他在太湖边深呼吸，放慢步，风情和人文让他留恋，歌唱的灵感和情绪在激发着，他说很爱这里。莫华伦，活跃于国际乐坛的华裔男高音歌唱家，他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音乐系和曼哈顿音乐学院，曾签约德国柏林歌剧院任首席男高音，从此开启了他在欧美歌剧舞台上长达十年的灿烂星途。他获得过意大利团结之星骑士勋章和法国文化骑士勋章，近十年来还多次担任 CCTV 青歌赛评委，活跃在世界各地的音乐舞台上。莫老师可能无锡经常来，这是我第二次来。哦，第二次。第一次来2002年金鸡百花奖来过，也就来了大概4个小时。今天一下飞机，开着车看着那么多绿化，看着有山有水，我觉得无锡是个好地方。我接触歌剧就是18岁以后才接触的。哦，当时我们家移民去了美国，在美国才看到第一部歌剧，看了歌剧才爱上歌剧，爱上歌剧才学生。当时在一个歌剧院里边看到2000多人的位置，人声没有麦克风，那种震撼的声音彻底把我征服了。而且它很美丽的歌剧叫La Bohème，中文翻译成艺术家生涯，也叫波西米亚人，是普契尼一个作品。欣赏一歌剧，音乐是第一的，故事是第二的，美丽的音乐，美丽的人声，80人的乐队，大合唱100多人独唱，没有用麦克风，用最真实的人声。其实之前我真的对艺术积淀也不是很多，偶尔以前在教堂唱唱诗班，哦，就这么多了，没多，钢琴学的也不多，小时候可以说是我对真的对歌剧的古典音乐的了解比较厚的。大一的时候我第一个学期还是学会计呢，因为我父母都医生，他们说学一点实际的东西吧，音乐包括艺术两个极端，要不成功要不失败，很少有中间的，特别你唱歌剧，要不有人请你，要不就没人请你，没人请你就饿死，要不你教书，不教书干嘛，改行啊。当时我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制，30岁之前一定要试成功，30岁不成功决定改行。我给自己一个时间，当时我还考了 MBA， 还真考上了，我也没想到，同时我考柏林歌剧也考上了。我做人还是比保险，可能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吧，两条腿走路，万一真的有一辈子不成功，很多例子存在的，一直只在家里苦练，没人请你，那你靠什么生活？唱一部歌剧请你就唱，唱完拜拜，再唱第二部，再去试唱 audition， 再来第二部。当时我在美国嘛，毕业的时候没人请我，我还去餐馆打过工，去大都会的小卖部做过，暑假时候去帮着洗游泳池，通那个厕所，都全做过。有时候你再去纽约或是洛杉矶啊，很多叫 inspire actors， 就想做演员梦的那些人，年轻人，他们是你们的适应生，你们的 waiter， 还没有做演员之前就做这些，赚钱养活自己。过程当中一直有个 B 计划啊，那个时候有，后来我去了柏林歌剧院就没有 B 计划了，就决定去走到底。但是我在柏林唱了7年之后，又有一个转折点，94年要回香港了。回归前嘛，那我父母说，哎呀，回来香港吧，定重点移到这，我就真回香港。但回香港有点彷徨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歌剧在香港也是不多的，那时候国内还没发展，我说我该干嘛？还想着要做什么呢？还唱唱跨界还什么呢？都试过一下。哦，我第一次在香港电视台出现，唱的是张学友的《吻别》，用美声方法唱，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，挺有意思的，一夜成名。哦，有男高音唱这个，又唱《我的太阳》，还唱《咏叹调》，用广东话来唱《女人善变》，拉到那莫比唱《艳丽是佳人，每见你心都震》，挺可爱的，都试过，就是彷徨了一下子，但是我觉得歌剧我是最爱，我已坚决把这条路走下去，到现在30多年了。没有后悔。
只有人类，歌就会存在，就等于博物馆永远会在那里的，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你，但你放心，每个国家一定有一个博物馆，一个发达的国家，一个发达的社会，一定有个歌剧院，一定有个交响乐，一定有个芭蕾舞，这不可缺少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歌剧是国际文化，我不想把古典音乐叫成什么高雅音乐，我觉得音乐不要分高低，只要分好听与不好听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是没有界限的，尤其是音乐这一块，没有界限，音乐是绝对没有界限，到生活方式或者文化上也没有界限，你是不排斥的？不排斥，西方的东方的完全不排斥。因为很简单，我生在北京，七岁离开北京，到了广东，到了香港，然后又去了美国念我的高中大学、好了，然后在美国念了完大学拿了硕士，就去了柏林歌剧院发展我的事业，我全世界跑遍了，现在我根儿又回到亚洲，我而且还全世界唱，法国、意大利、美国到处唱，所以我全世界跑遍，我都知道什么人生负重，我都经历过、住过，朋友全世界都有，都我都知道。说每个国家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、自己的特点，文化都有特点。世界是和平的、友好的，把大家的东西都弄在一起，一起欣赏是最好的。不要分得那么清楚，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没那必要。特别是文化东西都有很多互通点，特别是音乐。为什么歌剧在我们现在在国内发展起来的呢？北京国家大剧院一年有16部歌剧上演，光在北京一年可以看到最少30几部到40部歌剧，在北京一个城市。话说无锡02年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大剧院，现在有很一流的大剧院了。对，很多好的团体来到无锡，很多我们无锡的人不用出得很远门，在家门口可以欣赏很好的古典音乐。山底下，堂堂济南的姑娘回头对我笑，嘿嘿，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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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嘿，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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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94年，把我的据点搬回香港，96年我就去上海，制造我在国内的第一部歌剧，作为一个制作人，《罗密欧朱丽叶》唱法文，在美琪大剧院上海，当时北京人都要。飞去上海看歌剧，就随着就是国内发展飞快的程度，就几年之内，我觉得哇，我们要好好也除了把外国的东西引进来，也要好好把我们中国的文化元素放进去。所以从90年代、2000年以后呢，我就开始对国内的市场更加关注。那唱中国歌剧呢，还是近年的事儿。在国内唱第一部中国歌剧是《赵氏孤儿》。在国家大剧院，3-4年前吧，雷雷的作曲很成功，很好听，还把它引进香港去了。接着我在福建唱了土楼，完全是写福建一个土楼的故事，一个客家人的故事。所以呢，我对中国的文化、中国的元素更加的热爱，而且我也开始喜欢听很多不同的民歌啊。所以唱中文的位置往前靠一点，跟唱意大利文不一样。打个比方吧，Che bella cosa，如果中文的话，啊，多么可爱，不一样，马上一个往前，一个往后，这个我要去适应一下。所以唱多了嘛，要听多了嘛，就我的中文的唱法呢也有进步。最近我又唱了一部我非常喜爱的中国歌剧，叫《伤逝》，是鲁迅的作品，《伤逝》。施光南的作曲是1981年的，最近我演了好几轮，在北京演了，又是上海演了，又是绍兴演了，非常爱这个歌曲，这是我在中国所有中国歌剧里边我最喜欢的一部。为什么？好听，它旋律非常的优美，很简单一个故事，我也觉得也应该是鲁迅唯一一个爱情的散文，然后写成一部歌剧，2小时，主人公就基本上两个，子君和卷生。但是它旋律非常优美，也有里边的宣虚调
咏叹调用中文唱对我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，因为从头到尾就两个人在舞台上没停的，但是我很欣赏很喜欢唱这个歌曲，那个韵味哦，明白，中文的韵味，中国人在舞台上表达方式跟外国歌剧是不一样，中国比较细婉约一些可能对啊。紫藤花，紫藤花，洁白香子美如画。这段是我最爱的，当时这一段一出来，特别是最后看着子君，他已经死了，我还在怀念他的时候，那个旋律又出来，全场一起唱，哎呦，全部都哭，我也哭，观众也哭。这个就是旋律美，多长以前，就是也三十多年以前做的歌曲，到现在还是那么美，还是我的最爱的中国歌曲。现在最近我有很多不同的领域，我也在做了行政，艺术总监。我澳门国际音乐节做了14年，香港歌剧院我自己创办，跟朋友一起创办的艺术总监，一直到现在也做了13年了。福建大剧院艺术总监刚刚上任，珠海华发剧院我做华发集团的艺术总监也刚刚上任，所以我有3个艺术总监在身上。我最近还在网络，人人网啊，人去学啊。网络教美声，昨天还上了几堂课。除了专业以外，也有业余的学生，他们平时是医生。打个比方，有个医生57岁，半个肺切掉了，这边胸还这边还开刀，还没好，就来唱《黄河颂》，暖中音非常感人，唱的也非常好。我还跟他互动，有微信。我觉得这种例子，就是音乐把一个人的人生可以焕发起来。你要有自己的爱好，你再有病也没关系。我有一个老学生在香港84岁了，开过8次刀，什么癌症都有过了，没事儿。现在我回去还要帮他上课。Music therapy 就是一个音乐的理疗，就每个人可以把音乐不光是当成事业，也可以当成是人生里边一种爱好，一种享受。这是最重要，这是最高境界。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有位好姑娘，人们走过她的毡房，都要回头留恋的张。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把长长的天梯，拾阶而上才能平揽天下。角度需要选择和把握，高度需要积累和觉悟。莫华伦是歌唱家，而所言所行又告诉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。于是听他唱歌，就会想象星光灿烂的那些画面。